们是在地桃园人，然后在2015到2016两年之间有担任过啦啦队。那在2019年今年的时候又重回球场跟大家见面了，谢谢。我之前也是学生，然后是从事体操选手。那我现在加入啦啦队，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支持体育，谢谢。我在拉米狗最喜欢的球员是朱玉贤，因为呢他在近几年的表现就特别亮眼，然后也常常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到自己的实力，所以我就是最欣赏他，谢谢。我觉得我的优点是筋骨很软，就是我到处劈腿都可以对，然后还有什么优点，我很喜欢化妆，对自己化妆技术还蛮有信心的。然后呢，希望日本球迷可以感受到我们 Lamin Girls 对于舞蹈啊动作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为我们加油，谢谢。